吃的健康点，那代表是不是不能吃炸鸡，不能吃零食的？可以啊，加0.2，那加0.2会不会胖？不会啊。但是如果我样子嘞，可能就加2，可能啊，可能。游戏规则要跟好，好不好？哈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西歪。影片 PO 了出去之后呢，回响非常的棒。其中一种问题最多人想知道的是，偷吃一点点炸的，运动一点点的，能不能减肥？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个没有根据科学逻辑，是我的逻辑而已哦，所以不一定是正确，只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概念，分享而已哦，你们听听就好，参考就好，有可能我讲的是错的。自己呢是一直保持着这个逻辑跟概念哦，所以不代表可以适用在每一个人类上哦，你们听听就好，可以参考看看。OK， 对我来说，减肥就好像是玩游戏《高峰之谷》嘛，就好像你要打怪兽啊，储值那个叫什么？中文叫什么 ？Experience 经验值，就好像你要打怪兽啊，储那个经验值这样子。我的逻辑呢就是这样子哦。我们一天有吃有运动，基础代谢这个数字可能是卡路里，可能是反正就是一个数字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用这个比较小的数字去计算，这样子比较好讲。我们一天的基础代谢呢会把10减掉。如果你要减肥成功呢？为什么好像有点暗呢、如果你要减肥成功，你每一天这个数字都一定是要负的状态 negative。那我们每一天呢，都有一个基本的基础代谢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就把它当成是10。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嘛。那如果你吃的很健康呢，你可能早餐吃的麦片，午餐吃的炸鸡，哇，炸鸡很不健康哦。晚餐吃个粥等于10。我们今天就吃了加10，加10减10，哎，今天就没有变胖或变瘦，就很 OK。但是如果今天我有去跑步，跑了两圈，可能就减2。哎呦，那今天就有变瘦了，今天就有减2了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的身体是有一个变瘦一点点的。我们每一天呢，就好像是玩游戏的这个状态哈。所以如果你说不运动不减吃，可不可以减肥呢？如果你想要不运动就想要减肥的话，那你就不能吃多过这个10啊。你吃的健康点，那代表是不是不能吃炸鸡，不能吃零食的？可以啊，我吃这一个。哦，加 0.2， 那加 0.2 会不会胖？不会啊。但是如果我样子嘞，我样子嘞，可能就加2，可能啊，可能。游戏规则要跟好，好不好？这个100天的旅程有辛苦、坚持、放弃、挫折，这部影片是 CCY 的100天减肥之旅。那如果今天早上我吃了炒面，午餐吃麻辣锅加炸鸡，哇，那晚餐又拒绝乌鱼喝啤酒，哇，宵夜又吃卤味，哇，那等于15嘞，一天就15嘞，15减这个10，你今天呢你会胖5哎，你会胖5哎，但5是多重呢？也不一定，可能要20才是1公斤之类的。我只能给一个数字而已，只是你要一定要有这个逻辑。那如果我今天哇，我跑步跑3小时，乱讲了，不要跑3小时，可能会产生副作用，我不知道。我跑3小时，哇，减6啊，哇，我又进健身房做2个小时的运动啊，减5，哇，还不够，我还要去游泳啊，减10，哇，还去爬山啊，爬玉山，哇，减5，那我今天突然间就减26嘞，哇，好了，这样会死掉，不要，我只是想给一个逻辑给你们知道，就是你想要吃很多，但是又不想运动，就想要减肥，那你先搞清楚这个道理嘛，你搞清楚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当然，我们身边都有一种朋友，就是他妈的，就是吃不胖，就是吃不胖，那就是他的命啊，他的这个基础代谢就够厉害啊。但是有可能他年纪再大一点，可能就不厉害了，所以还是不要靠这个基础代谢。运动对身体是健康的，所以 why not？ 拜托不要有这一模人说什么吃炸鸡不是加5是加10哦，没有，这个数字不代表脂肪，什么都没有代表，它只是一个虚拟数字 unknown， 它只是一个 x 罢了。有人跟我说运动一定要多过20分钟才叫运动，哎，我觉得不是啊，我觉得其实我在这里跳0.01了，可能是这样子。哎，我有没有运动？我这里瞬间就减了0.02了耶。那如果我张开嘴巴呼吸，会不会变胖？哎，别人可能不会，但我们这个会变胖的，就是会变胖啊，可能就加了0.02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连呼吸都会变胖的胖子，就是要加油。
但不得平反一下，很多人说有氧跑步多过20分钟呢才有效果，我觉得是才有更好的效果吧，不是说才有效果，你只要跑5分钟还是有效果的，可能减的很少，你可能跑10分钟只减1，跑20分钟减2，但是跑30分钟呢减4，跑40分钟减6 maybe 可能是这样子的。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说，跑步一定要多过20分钟啊，不然你根本没有在运动。套一句台湾人的，妈搞我喷啊，怎么可能？等一下会不会有专业的人来骂我？好啦，没有啦，这个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逻辑看法啊，你们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。然后祝福大家2021年大家可以减肥成功，然后大家记得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不要在那边觉得说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狂吃就可以减肥。醒来吧，我们都是很容易变胖的胖子，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帮我留言啊，帮我留言啊！耶呼，减一，减一，减一。